我想为什么输？你们有拿袋子吗？没有，可以直接拿。确定？嗯。好哦。谢谢。没问题，一共是380。好，但是它系统是怪怪。怎么了？因为它一直没有显示你到。因为我刚到。刚刚。我刚抵达。对，我才刚要打电话而已。你们真的可以吼？可以，没问题。挺替你们担心的。等我一下。还是你们自己拿，因为我先收个钱。来，请。篮子拿，从篮子拿出来就可以了。对，它下面也有个用的杯架。对，所以我才说你们可以拿吗？我挺担心的。可以的。真的吼。很多只手。很多只手，小心就好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小心，小心，它好危险。你可以吗？为什么你拿三杯我觉得好危险？你真的可以吗？你要不要调整一下？不好意思。你要怎样调整？拿三杯就好了。不要，你一杯一杯拿起来，杯架就不要了哈。对啊，你拿杯架，我感觉你就快去了。好聪明，还是你要这个拿回去放，需要吗？哦，好。拿着杯架比不拿杯架来的刺激，真是。长得那么可爱啊。来个蹦蹦，来个蹦蹦蹦蹦蹦蹦蹦。你们有人要塑胶杯架的吗？
有需要这个吗？塑胶杯架。哇，我用不到。你现在是没线还是没有？它没电了。没电。啊，没有线了、哦。靠背，我要去超远。你身上有没有充电线？救不了你。你是 iPhone 的吗？给你这个啊，你用完丢了。哎、欸，那样他们吗？不是，我这一个已经膨胀了，我这今天用完就要丢了。你叫北野下来，我在那等你。有一头手机没电，我下一个在接充电器超多。不是这个，因为膨胀了，用完就可以丢了。来，你看这里。干，我要去西园路。神经病，这个地方给我送，给我拿西园路，滚蛋！那行动电源用完记得丢，因为它已经膨胀了。我本来今天用完就要丢了。嗯，不会。再见，我要去西园路跟你娘。3.7公里，妈的，取餐就要3点多，可恶。右转，国外路。
聊爽了没？加大有时就变成标了，是吧？厕所在二楼吗？对对对，记一下哦。
个味噌汤，但我放在外面。你好，这是你的吗？对啊。哦，好，在这里。我想说你要帮我。没有没有，牛肉饭来量了，在这里先，这里牛肉饭来量了，要加大，100块钱是粥的，120是大的，什么意思？嗯，你要两个套餐吗？套餐是有主料小菜的。星期九十九。